解开，谁迷了的最白不再精彩，一缕小白太热的眼眶留下爱情也好古老的眼泪，拜拜飞快而永远，只留下你在狂欢，心将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好像一段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雷琳琳的一睁眼，再眼一瞬，再眼一瞬，也是跟刚才那个前四后后一嗰个五个字的句子一样的。一睁眼，再眼一瞬，一定要把这个“再眼一瞬”这四个字垂直的感觉，一定要把它保持就对了，不能偏，不能往前或者是往后倒。耳朵被音乐塞满，好像一段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眨眼一瞬间，好，个一字呢上咗嚟，眨眼一，对，眨眼一，从这个点上面好像每一个字都要往这个方向出，眨眼一瞬间，好了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来吧。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眨眼一瞬间，我眼睛的，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听他们这些歌手唱歌呢，我们是听个旋律的，不一定要模仿他的唱法，因为很多呢他的唱法呢都是拉了起身的，这拉了起身不是说有什么、太大的错，即如果在整个的旋律的即是说、演绎上面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演绎的方法，但如果讲技巧上面来讲，我们是即是希望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呢，按照他的那一个原理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呢即是整个声音的统一呢就会好过了，就会好一点。所以这个我眼睛的黑色、okay? 那个的字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眨眼一瞬间，是暗笑容，我眼睛的黑色，是能逃得出我的催眠。好，这个是最难的，谁能，这个能字拉得很紧，那个位置，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？为什么这个能字一定要很紧呢？其实是下一句的催眠的名字的那个 preparation， 就是说谁能，我们是要为他吸气做好准备，谁能，这个吸气，逃得出我的催眠，棉发力，是吧？前面那里呢，逃得出我的催，这六个字取了一声，再来，看着我的双眼。
係啦，呢度吸氣嘅時候，啪，將呢個垂直九十度嚇，再嚟一次呢個表情。牽著我的雙手，三四。忘记我的